全台湾唯一一台得到了2013年台湾金品奖的行车记录器，这一台要跟大家来做介绍了。来，如果手上没有 DN 的，可以举起你的小手，主持人递给大家。来，后面的朋友没有，帮我往后传。好，两位朋友没有，再往后传。好，没有那个，你知道家庭代工线哈，来往后传。好了，还有谁没有拿到 DN 的？都拿到了。好，这位帅哥没有拿到。好，他手够长，我可以自己传。还有谁没有拿到？